暑假发片战，炎亚纶召唤丽娜女神，王心凌围攻应战。三二一，亚纶请接波。有爱有恨，一刀不见。有血有泪，一刀不见。炎亚纶今天在西门町举办新歌 MV 首播。看到手笔找来日本名模藤井丽娜合拍 MV 耶，哦，心儿有没有扑通扑通跳啊？她是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的性感女神，然后也是fashion icon， 她穿什么衣服可能大家都会跟着潮流去穿。这次碰到她，我其实自己蛮紧张，因为听说她自己没有很喜欢去拍电视或拍电影，所以我每次真的是用尽了各种方式啊，包括就是给她先听歌曲。然后给他先看了我们的 MV 的脚本，然后他才答应，然后我觉得很开心。哦，你听得出来完全没有火花。暌违一年多没发片的王心凌也抢在暑假发片。好久不见了，好久没有用歌手的身份，应该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一次呢是我的第十张专辑。然后我们这次造型呢，就是大家可能在画面中可以看到。要突破甜心形象的她，真的有性感一点点点嘞！做了很多尝试跟突破，就像有一些侧身啊，然后屁股的样子啊，这个对我来讲是真的比较在专辑中或者是在我的工作中真的是比较难得的。苹果与 Line 真妖兽报道。